菜您随便爆一下，吓死他们！第一道菜叫做这个牛肉银丝卷，哎呦，牛肉银丝卷，第二道剥皮辣椒鱼，剥皮辣椒鱼，这也是个辣。你都用香油来炒的，用香油来爆。这边是葱姜蒜，都有葱姜蒜，对，这边是做鱼，只有葱段，对，是葱段，还有蒜头。这边是剥皮辣椒鱼，这边是牛肉银丝卷，对，两锅一起。那牛肉银丝卷不需要姜，哎，不需要。 这是牛腱，一般外面卖那种卤味啊，对，切差不多半公分。哦，好，所以是切成条。咸菜要不要先煮，先过水啊？现在先洗一下，那等下的咸味来讲，其实要靠这个咸菜的一个咸香味。哦，咖喱粉。咖喱粉，用什么鱼？鲈鱼。 鲈鱼，对，嗯，你的剥皮辣椒鱼用鲈鱼最适合吗？鲈鱼本身的肉质比较细致，嗯，肉质细致，对。那鲈鱼比较好取得，刀工不行也不好弄吧？对啊，完蛋。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八分钟里面的一个偷工的一个技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火对半，哦，稍微切一下。对，它熟得了吗？它的熟成度就比较快。是哦。好，下锅。 调一下，皮皮朝下。对，你的葱姜蒜刚刚在里面营造出了一个爆香的效果，难道不怕你的蒜都是焦了吗？它有点会焦，因为焦香味带起来没关系。你刚下配什么？酱油膏吗？酱油膏。再配上糖，三茶匙的糖。对。哎呦，目前还没有咸味调味，就是靠咸酸菜了。咸酸菜本身应该就蛮咸的了，我觉得。哇。刚加了米酒的。 那是水还是米酒？啊，米酒。现在还加蔬菜，现在还加水。加蔬菜。现场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。OK，酱油膏也。那就像干煎哦。下稍微煎一下，干煎一下。嗯，我回家就可以做这一道。你会做菜吗？我今天刚好买了一条鲈鱼。你会做？ 其实这个样子，那你赶快。师傅已经帮我杀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本来想用蒸的。葱姜蒜。师傅您到了那锅皮辣酱的汤汁。哦。锅皮辣酱的汤汁。我给辣椒做一口。哎，你要师傅去做这道菜，你老婆一定会超开心的。我小朋友就辣到长大了，我说顿时变长高了。酱油膏。酱油膏。酱油膏。糖的部分用撒的，辣到离家出走了。嗯。对啊。米酒。 米酒的，现在的印瓜，印瓜，印瓜可以买，可以用那个罐头的吗？这个罐头的印瓜，对，或者是去那种比较古早味的阿伯在卖的那种也可以。一定阿伯吗？阿伯可以。阿公卖的没那个味道。对啊，我们家阿伯的印瓜是不是那时候老伴啊，明天十五了要吃素了那个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为什么要三绿一红啊？一个配色带辣。 那两个辣味香味不一样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说绿的不会辣哦。绿的本身它叫香，没那么辣。还有三分钟，你不会服啊，你。你为什么恐吓？突然有点这种说风凉话的感觉。还有三分钟，你来不及了。就好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像是有点好多哎，好多了。 我们还是一家人，来，香菜根是吧？香菜根，放进来。我觉得香菜牛，哎，香跟牛肉你知道吧？嗯，凑在一起，绝配，非常。他们就是一胚啊，就是一胚，就像他有些肉多一样，没有？加碗了，有没有？他完全不管，他在放汤桶里面乱放，对啊，没有乱放，他那个拿起来会粘住。红油，红油，红油。 香油，香油，这要呛辣椒用了。是，都骗我。好，噔噔。哎，哎呦，银丝卷要出来了。银丝卷，通常咖喱牛肉配的都是法国面包。我这托盘真耐热哎。还有两分钟。好奇了，他这个排盘真特别。银丝卷要切吗？要要要。啊，你有时间吗？ 吃甘蔗，有人吃整坨的吗？你要做大亨堡是不是？对，哇，大亨堡，像哎，好酷啊！没有看过这种银丝卷，对，我以为他是要切的。对，不是你没看过，是你看过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看起来好一点？也对。
这样吃，这感觉好，颇有大亨堡的感觉，啊，很棒，而且比大亨堡还大根呢，对，好，对不对？是，现场倒数一分钟，一分钟要到了，我女士，如果现在受到了全场工作人员的质疑，现在有没有人相信他？ 不要担心，他一定会否极泰来，各位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没关系，只要一没熟，他就会说这个大亨堡半生熟。我们几乎一度的忘记了，我们还有另外一道在准备。对，我几乎忘记。别大亨堡弄到，我大亨堡弄到很。油冒烟了，慢慢来。哇，鱼熟了，下，完了。 熟了，容易熟的。现场倒数30秒。啊，那乱造，碎哦。乱撒，快完成了吗？现场倒数10秒。